天的早上3:42，接后都督区南山路二段的一个工厂火警。那现场它现场为3楼的建筑物，3楼已经冒出大量的浓烟跟火势，然后3楼是他们的员工宿舍，然后所幸在消防人员的引导之下，很快32名的员工都已经顺利的疏散完成。那整个火势在4:44控制，5:15火势熄灭。